地了都。堵到潘家园，潘家园还得走。我操，你可以绕一段啊。这走应急怎么也二环也堵，二环应急还走不了。这鸡巴救护车唯一一点不好，没有少一翅膀，你知道吗？带螺旋桨，那蚂蚁就是飞过去。那那不是一百七了，一千七都打不住。加量不加价。小脚一碗一码给你打打着，侧面啪就砸一口了。我那车，我家那个，我家那胡同那儿有一墩子，你知道吗？过去是那个相框那墩子。这边吧，你妈过一自行车躲他，上边这正好有一个大板儿，嗯，支了个犄角子。我你妈没瞅着，骑着板上后部当着炸，口子。Thank you.
怕这事的事儿。北京市风治馆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我姥爷活着那会儿，我开车带着他，不有那个限高那个柱吗？一过限高柱，我姥爷他那就低头。
往里并，往里并。警察车，警察车，警察。往里并，往里并。Thank you.
新外大楼。行。咱跟这儿还拉过烟，一车货没拖呀？没有，就跟这门口这儿，就跟那个是啊是。新一不在我们这儿，在他小七这儿，把一切咱这有时候已经全都归从于小七这儿了，所以没毛病。没毛病，就在门口这儿。又没小七，我没印象。我记得是你们。肯定三十三。嗯，你踢过班吗？你踢过别人班吗？我就踢过那谁一个班啊，早了跟这儿来。我就替过一个张元明儿，跟谁？司机是谁？司机是不是？司机是那谁？刘全儿。哎，人家没法来，太堵了。对，你要不专门留一辆停车道也行，是吧？这原来还堵呢，中间原来是停车场。哪儿啊？这儿。这儿是停车场。对，原来中间是停车场。后改的马路，这他妈有机场，你说就在那等着。我想开外面那条车道，我感觉这条车道是不是都是要拐进去的呀？那外边也都是要拐进去，卸人的，外边全是停车卸人的，更那什么。今儿怎么那么堵啊？前面没灯走啊？这边通。全是一个口，又出又进。这边防疫出口了，要上路。